我一直相信释迦牟尼说的一句话，无论你遇见谁，他都是你生命当中该出现的人，绝非偶然，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。所以我也始终相信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，经历该经历的事，遇见该遇见的人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把这一块收拾收拾，然后整理一下。这个窗户是没有玻璃的，然后把它要封一下，然后它有封，这个地方也要封一下，然后它这个上面是有床垫的，这个床垫呢我再整理一下就可以了，把这地下杂草呀整理一下，然后说动咱们就动。咱们这儿呢就算是收拾干净了，虽然这两个窗户是那种没有玻璃的，在外边能看到，最起码这一块是干干净净的，这块就有点草，如果说生火的话估计不太现实，因为它这个没有通到这个房顶，是这样的，是怕它有灰。不管我们是在这儿露营也好，还是在这儿就是露宿在别人家里也好，第一个是要住得舒服，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呢心里边才会有那种家的感觉。虽然说我们出来很久了，但是呢我还是希望我露宿的地方比较干净整洁，你住着也比较舒服的那一种。一边呢就是刚才咱们看到那个窗户，它是这样的，它这个也是没有玻璃的，它是露天的一个窗户，然后呢一会儿我拿这个石头把它挡一下就可以了。拿这石头挤一下这个板，不让这个板掉就行。现在我这边的温度是-13度左右，又下雪了。事先我说好啊，我这人没有洁癖，但是遇到这么好的屋子呢，你就给它收拾收拾，最起码你自己做饭能干净一点啊。自己吃也能吃得下去，因为这个里边太久没有住过人了。然后呢，虽然说我把这收拾干净了之后呢，我更希望下一个驴友也是这么干净的走。今天呢就是有那个这个虾丸啊、鱼丸啊，还有豆腐啊，还有我这个自己腌的五花肉，它是麻辣的。然后我这里边呢还有白菜，白菜是最主要的吧，就这点够我吃好几天。就老铁问你今天你吃什么呀？
是废话，算了吧，雨再大也不过大石头吧，不爱无伤大雅，心好大，还没想法，没见惯。如果天都黑了，月都升了，心的门没锁，你真的我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，反正一个人能凑合，两个人也不嫌多。哇，这个床真舒服，好软和啊！老铁们，晚安，明天见，拜拜。